2018年，谢谢各位观众守护文茜的世界周报。18年可以长成一位女孩，一个壮年，也可以成就一名青年。这18年，地球进入了地狱高温，地球进入了不可测的洪灾，地球进入了度假天堂，也坠入了地狱。18年，足以令所有曾在金融海啸前对世界前景还乐观的人，看到了人与人的决裂，目睹社会的对立，民主的幻灭，时代的暴力。18年，数不清的战争和难民，一群又一群葬身海底。18年，也足以改变大国的利益及对抗，足以使我们原本平静的家园台湾，突然成为世界共同认知的可能战争地点。我们和世界突然变得那么近，近到我们已经不知道战火是否有一天也将吞没我们的家园。18年，文茜的世界周报心中只有一个爱，我们希望地球上再无受苦难的民族，再无战争。18年是一个永恒且持续的承诺，请细心呵护我们的地球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请睁大我们的眼睛，捍卫我们的民主，捍卫我们的和平，捍卫我们的家园。我们只有一个台湾，坚守一生，永无停息。18年，谢谢你们。